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五够赞，好，五够赞哦。来，我们先说一下，今天11月23号，你最期待什么样的节日呢？嗯，夏天。夏天为什么？夏天好热，流好多汗哦。为什么喜欢夏天？因为可以吃冰。可以吃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好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权力卫神，权力卫神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而且也不用穿外套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哎，他叫我们什么？你们只听到我刚刚说的行什么？行善。什么是行善？嗯，做好的事情。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要行善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嗯，懂吗？什么是行善？再说一次。嗯，要，就是做好的事。对，没错哈，不要用你的言辞、天分或者才能来荣耀自己，你要呢，总要是要做所有事情是为荣耀谁？荣耀上帝，了解吗？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小朋友有个小朋友在旁边有点哭哭啼啼的，因为他有点不舒服哦，不舒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跟你讲一件事情哦。有一天呢，在11月19号的时候，我们的风和硕恩呢，听听好声音呢，突然暴增。暴增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突然有非常非常多人听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那个听众人数呢，已经达标了。我们已经从后段班进阶到中段班了，有没有？好棒棒！我们在我看看哈，在这个11月19号，突然有人不知道怎么搞的，543位的人突然按，就是有人下载了543次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累积到了2361中段班了哈。因为真正中段班是2325，但是我们已经到2361的人次来观看我们听我们在说什么东西喽。我们快要前段了，前段很难啊，前段超难的好不好？因为前段是多少？前段是28,799次，我们现在是2,000,2,300，所以我们还要10倍，好，对，还要10倍。不，我们加油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信心。要有信心啊！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好啊，不行啊！哎，等等，前段之后还有吗？前段之后就没了，就代表说我们是网红，真假 ？YouTuber， 我们是这叫做 Parker。Podcast 嘛，对 ，Podcast YouTube 就类似 YouTuber 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跟大家讲这个好消息、啊。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影片啊，手机啊。哦，谁说不一定呢、啊？跟脚架啦。他们不一定要手架，他们有时候是用相机拍的，把相机拍的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今天风和说的那边告一段落。相机拍的，那个会画质会比较好，声音也会比较好，手机没有比较好，但是有点难拿。不会。习惯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到这边喽。你旁边有个小朋友一直在擤鼻涕，对不对？很吵哈。好，大家拜拜。